好，今天是4月30号哈，那我们要做出货前的测试哈 ，Classe 的那个后级 CA100。那魏先生因为有要求说，我们要看他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平衡哦，是不是输入是不是正常？那我现在录影，看他现在是接在那个平衡的那个位置哈，哦，那他平衡跟一般的 RCA 它的切换是在这里，这边的话就是一般的 RCA 的切的那个输入。切到下面的话就是平衡 ，OK。那 RCA 因为之前的测试影片就是测试 RCA， 所以就不再测试。哦 ，OK， 好，那以上测试完毕。